小宝、小丁要去看恐龙啦，收拾好东西出发。嗯，你们这是要干嘛呀？这不是恐龙吗？哎呀，今天带你们去看恐龙，恐龙化石，恐龙蛋，快点脱掉，走了走了。啊，你们俩真的这么激动吗？还是丁丁稳的。嗯，我也抓到了。 I miss the taste of sweet love。 你们不去我去了啊，一天天真是的。我们到了。小宝，你看那个是翼龙，这个叫翼齿龙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恐龙蛋。走，我们去看木马象。爸爸，这是什么龙？这个叫甲龙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妈妈，我想看木马象。走呀。今天我来看小动物啦，戴好手套准备出发。你们猜都有什么呢？看小老鼠多可爱，看土拨鼠跑得多快，哎呀，小鸟都飞到手上了，吓死宝宝啦。咦，你们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？这么多小金鱼我都数不过来了。喂个小白兔，摸摸小山羊，再给小羊握握手呀。小兔子跑出来了，赶快给它送回家。哇塞，孔雀！可是我不敢摸它。喂个小香猪，喂个小豚鼠，羊驼吃的好开心。小鸟把我的盘子都占满了。最后摸一摸喵星人，我今天玩得很开心，你们呢？呀，金蛋，金蛋来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可以藏在桌子下边，手要抓牢，保护好头部，枕头盖到头上边，不能害怕到哭泣，也不能紧张到乱跑。远离空调，远离吊灯，远离电视，远离门口和窗户口，也能躲在墙角保护好自己。地震结束后马上从屋里跑出来，跑到空旷的地方。你们学会了吗？拿过来吧，写作业去。小宝，你玩什么棍子呀？快去写作业。你看我像不像孙悟空？拿个棍子就像孙悟空了。孙悟空很厉害的，他是我的偶像。孙悟空可以给你做饭吗？不能，但是他会72变保护唐僧，7天取经。拿过来吧，写作业去。整天不知道好好学习，就知道玩玩玩，看家里多少玩具。我也想像孙悟空那样保护爸爸妈妈和妹妹，就这么难吗？给小宝。好嘞，爸爸。爸爸，看我，哈！俺老孙来也！爸爸，妹妹想吃棒棒糖。2块钱，妹妹你们俩买去吧。好嘞。2块钱不行？就是。给5块。咦耶，10块买大的呀。爸爸厉害。给20去买个双份的。哇50超市能买的糖随便买。还跟我比。给100想吃啥买啥。作为爸爸我一定不能输。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500把超市搬回来都行。走，我们去游乐场。走，去游乐场啦。你在睡觉吧。小宝，快叫妹妹回来吃饭。好嘞，爸爸。妹妹，爸爸叫我们回去吃饭呢，走。不要。让我玩玩你的迪迦变。我不要。你给我等着，妹妹我来了。小宝，我让你叫妹妹，你在干嘛呢？我们在玩呀。快点回家吃饭。你也来玩吧，爸爸。你们给我等着。哇，大葫芦
先来热热身，再来压压腿，开合跳不能少，踢个腿再来一个，差点摔倒，后抬腿后踢腿，坐着障碍跑一跑，再来玩个小游戏，哎呀没有站上去。热身完成，补充水分，接下来练篮球，胯下拨球最帅的，单手运球棒棒的，急停急停我会了，看我的无敌风火轮，投个篮结束了，背个垫子放放松，哈哈，原来是爸爸给我上的篮球课啊！你们的爸爸带你们上篮球课了吗？爸，你回来了？咦，不是爸爸，叔叔，你找谁？哦，我是你隔壁王叔叔。你爸爸说晚一会儿回来，让你先到我家去玩一会儿。爸爸没有跟我说呀。走吧。好的，叔叔，等等我啊，我去背书包。好好好，快点哈。这个叔叔怎么这么奇怪？呀，肯定是坏人。好了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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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叔叔，我马上就出去了。走吧，叔叔。哎，爸爸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丁丁，是你吗？哥玩。好，哥给你打开，都放桌子上了，开始了。哇，妹妹能在这上边玩，不能放地上的。好期待呀！哟，冰淇淋，我哥玩玩呀。好，你去玩吧，我给他收起来。小宝，小丁，小宝，这是你弄的？是我打开的，但是我没换。那是谁弄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是丁丁吧。丁丁，是你吗？不是。爸爸，不是我，我想起来，就是丁丁。是我。丁丁，承认错误是好孩子。走，我们去给他擦一擦。好吧。丁丁，走，要亲他。爸，爸，不要！你干嘛呢，小宝？不能在草坪上走。从这儿走过去多近呢？从草地上走，小草会变枯萎的。哪有这么严重？爸，让我来。爸爸，你看这些小草都枯萎了。呀，真的会枯萎啊！爸，再给我来。又怎么啦？你要走在这条小路上的。就是哈，我怎么没有看到这条小路呢？爱护小草，人人有责，爸爸要小心台阶哦。谁给核桃吃了？一会儿给丁丁和小宝包核桃吃。爸，核桃。妹妹，哥哥给你包。阿姨，我们别吃，留给爸爸吃吧。我想吃。爸整天太辛苦了。那好吧，我去拿个盘子。妹妹走。嗯，我的核桃呢？谁给核桃吃了？爸爸，我和妹妹给你包好了。有什么好吃的？爸爸总想着我们。今天我和妹妹请你吃核桃，给爸爸来吃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好香啊！丁丁，口香糖。爸爸不香。你干嘛呀，小宝？妹妹和你一样大吗？嗯。你让她吃口香糖。你都吃口香糖了，妹妹怎么不能吃？糖。妹妹有口水了也不能吃。嗯，就是啊。三岁以下的宝宝不能吃口香糖，万一咽了就麻烦了。三岁以下的宝宝食道小，万一咽下去了，很容易就堵住了，并且还有很多的添加剂，小宝宝吃着也不健康。啊，这么严重？丁丁，那这口香糖就不能吃了，爸爸去给你拿水果。好的。那我能不能吃口香糖呢？